你们这样看都不知道这东西是啥啊，都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。猜出来是啥？打在公屏上。不说你不知道啊啊！咱们家丑萌丑萌的，特别好吃的大鱿鱼。超级好吃，一条一斤差不多，一斤多个，一斤多吧。这个是鱿鱼的两个鱿鱼花啊，鱿鱼花扑闪扑闪，鱿鱼耳扑闪扑闪的，太过瘾了。99米啊，直接给你们发10斤啊，直接给你们发10斤，这个回家。煮熟之后你们炒生的厚度跟你做熟的厚度是一样的啊，知道超级好，喜欢吃的话可以备点货啊，一马上过年了。